你好，去来蹲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卧下，躺下，好，你去给我踩一下铃铛，去踩铃铛，好，然后把篮球给我推过来，篮球，对，推到我这里来，好，真棒。被这只狗狗的技能可爱到了，它的耳朵也太灵活了吧。所以夏天在那风轻轻不说话，爬山虎在墙头一步一步向上攀爬。真小，地方，然后刚好看到那个楼上有只狗，不然过去凑近看一下嘛。然后凑近看的时候，然后我才看到上面有条狗在上面看鸡腿，然后我正好在那边买鸡腿。